准备金针菇去干，金针菇洗净，马肉牌中备用。起油烧锅，下入剁好的蒜末、小米椒，放酱油、蚝油、盐、鸡精、白糖，炒香成猪备用。炒好的蒜蓉淋到金针菇上，水开放入蒸锅蒸八分钟。蒸好的金针菇上倒入蒸鱼豉油，放入葱花，浇热油。蒜蓉金针菇制作完成，美食每天更新，感谢大家支持。